久没见了，都长一样哎，真的好美丽哦。其实我是用三秒胶粘的。真的？那你教我粘一下好不好？可以粘这样子，粘这么多年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唱歌一样这么好听，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兴奋，看到本人好不好？谢谢你。是的，好，那很开心能够到这里来。真的好，这个南投熟不熟悉？我曾经拍私募的人就是在南投拍。我本来以为你要讲私募鱼丸，我想说突然肚子饿。私募的人，私募的人啦，太私募了。这就是在南投取景的。对对 ，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这个现在是过年期间，对不对？是，要不要跟我们大家祝福一下？我希望呢，龙年呢，未来的这一年，大家能够平安健康，下面龙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吉马好，健康马好，好，龙好。啊，最近是在无闲啥哈？过年期间怎么庆祝的？还是在忙什么？其实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。然后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忧郁啊或伤心啊，我们可以去找朋友，对，很多的家庭一起来办围炉，是，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。然后呢，我最开心就可以来到南投这里跟大家过年。你不要一个人嘛，跟我们一起，有好不好？今天好多人跟我一起过年，真的 ，OK， 对，所以那个过年的时候就。习惯就去找朋友一起过，是 是, 是 ，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在初三、初三、初三来到咱南投，丢，怎样我台语无啥会样讲，你会样无？哦，真的哦，你嘛刚才一样几句尔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因为要拍一些闽南语的戏，哦，或者是拍那个慈济的戏，我们都要学会闽南语。真的吗？那用台语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你就标准的一块呢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在南投这边，好，还是要对用各种的语言。好，这里有很多原住民，会用原住民问候吗？乌尼纳恩米乌米桑，没有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，我朋友那个原住民，然后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就是很高兴你还活着这样，他们都用这样问候，因为他们是打猎的民族。哦，是啊。对对对，没有啦，怎么会聊到这里呢？好，从这个过年聊到原住民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过年也没有闲下来。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可以先提早告诉我们？一样都是有什么戏吗？还是什么都在谈，然后演唱会也在谈。真的吗？有演唱会吗？因为我去年刚好办了35周年的演唱会，在9月多。对，是，好好好。然后所以接下来有这样子的安排就对了，都有在安排。OK， 所以大家要密切的锁定，是，好不好？我们方继伟的最新动向。OK， 谢谢，好，继续给你 follow， 给你支持。好，然后现在戏剧的作品也是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拍一些公益电影。是，接下来我可能要拍那个反毒的那公益电影。哇，那我要演三线二，就是一个局长。你要变成化身为那个警察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那是一个突破啊！你这么温柔，可以吗？可以啦。你现在对着大家说，勇敢跟毒品说不。勇敢跟毒品说不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你。很有说服力，怎么那么温柔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会听他的话。是是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也有这个慈善的戏剧，是不是？是是。 OK，谢谢你的付出啊。谢谢。在我们的演艺圈，好不好？歌曲上面，戏剧上面，好不好？常常回来我们南投这里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这个每年都可以邀请你来。好不好？那接下来还有几首歌曲，对不对？还有几首歌曲大家。那我想说跟大家比较接近一点。哦，等一下会下去互动一下，会会会。好，所以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。对对对。OK， 好，来准备好了，前方我们 VIP 的摇滚区的处长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哇，处长刚刚送我那个金币。好开心哦。哇塞，是我们今年马来摩的吗？ 对, 对，马来摩的。我跟你说，去年那个卡纳赫呢，大家是疯狂疯抢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，马来摩，好好，真的，今年我们的这一次的主角，后面有爽爽猫是我们水上的副灯，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对主灯区这边就是主角马来摩，如果你有它的话，你的人生就会是彩色的，好吧？因为马来摩本身是黑白的啦。对对对，这样可以带色彩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哇，所以呢，这个南投的灯会真的是主题很多，然后呢，这个亮点也很多，好不好？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。好，还有接下来明天初四、好初五都有表演，然后呢？
一直到2月25号，哇，好棒哦，23天，好不好？哈，帮我们宣传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，再给我们美丽的方继伟一个掌声加尖叫声。